永康区的屋主里社区关怀纪念，那么他带的是洗刷刷的健康操。那么这一群是由永康社区的屋主社区加起来千岁的老公跟阿妈哦。那么神器在家享受最人气的日子呢，舒舒服服的躺在椅子，为了参加今年的阿公阿妈活力秀哦，特别组成超年龄的洗澡秀的队伍。我们来看看，那么第一步的第一曲呢是洗刷刷。那么透过他的拉拉队的美化动作，让阿妈呢将运动的动作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。现在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来欢迎第十五队永康区屋主里社区关怀据点。哇，穿的衣服非常可爱哦。那么有一点客家的一个文化的哈，这个很漂亮的衣服呈现给我们在座的人。哇，前面忽然写过啊，就是就文化哈。现在我们再一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来欢迎。第一首是洗刷刷。
关怀祭典，我想人与人之间的话。